火影手游哪些忍者最遭人恨呢？安福票选禁用忍者看得最清晰啊，但看看各个级别忍者的前十名是谁啊，破面带土高居榜首，难怪要被削弱了呀。植物人竟然排到了第二啊，超哥好久不见竟然还在第三呢。桃矢都能挤进前十了，不过有一说一啊，桃矢的口碑跟刚出相比啊，已经完全逆转了。这方面首当其冲就是飞天母啊，哎，可见大家对他有多恨呐、啊。但是千代不让削啊，要被削弱的千年水门排在第三，笨狗排在第二，现在这个忍者用的还多吗？金币元神竟然排到了第四啊，后面几个还都挺正常的啊，但是漂泊小男竟然也能排进来啊。避忍方面，红叶鼬啊排在榜首，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是他，大家对他这么恨吗？桶装林是又能晃又能打呀。黑人方面毫无意外，小钢手排在第一，少年飞剑的人气甚至都超过了少年自来也啊。这第四个剑锦我是绷不住了啊，这忍者这么强吗？现在最离谱的是小鸣人竟然被投到了第五，上次好像也有小鸣人啊。再看一下总榜啊，前十名里面 S 忍占了半壁江山，而且是前五名啊。第六名就是 A 忍之光飞天母，红叶鼬都能力压盾狗了呀。小钢手可以算是 C 人里面全村的希望了。这个榜单和你想象中的有差距吗？